纠结哦。钟钟，啊，过来。黑色套装还是紫色套装？嗯，那是脏的吗？那是脏的吗？这叫渣人。你是紫色吧 ？Why？哈 I don't know， 好看一点紫色。什么意思？黑色不好看吗？长什么样的黑色？就这样，也是一个短裤，然后一个 hoodie， 然后紫色也是个这样。紫色吧。Why？ 啊 ？Why？就好看一点啊，颜色。但我之前机场穿过紫色。那就不要，那你问我干嘛？我去刷牙。哪一个嘛？紫色呗。我穿黑色吧。好好好。小学生广播体操，雏鹰起飞。哎呀吃啥？你好吗？我不想吃，太干了。你为什么大早上就要吃这个？没有，昨天晚上的太干了，但是。你的头发，你梳一下吧。我去睡会梦觉了。这就是演技。真的有一点可笑，我就想问，你都从哪儿买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？嗯，你从哪儿？你是不是有？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你多大了？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？装的是智慧。我这 no。 哎，他们那小仓鼠呢？他俩在睡觉。就在这儿啊。他在睡觉，好可爱啊。一公一母吗？没有，都是公。一公一母会打架的啊？为什么？不应该相亲相爱吗？我觉得如果他们从小那个什么就是一起长大的话就不会，而且一公一母会繁殖，就比如说下个月你再看这里就会多十只，多十只，繁殖很快，太夸张了，好可爱啊！他俩叫啥？仓鼠一、仓鼠二。真的假的？假的呀。叫啥？但你分得出谁是谁吗？分不出。没有，他其实有一个，你看到了吗？他有一个耳朵上有洞。我过去了，拜拜。我上次出去逛街啥时候？很久以前。
有一年多了吧。一年多，三个人一起没有吧？还有酒吧。等一下我要带你们去的那个地方，我先不告诉你们是啥。为什么？先保个密。这一下 ，Men's Wear， 得得。你看男的干嘛？给你看啊。给你看呢。啊？逛街了。哎呦！哎，我能穿吗？姐姐。我算觉得这件好好看哦。这件哈。哦，你看这一套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看的，这个颜色也蛮适合你的。对，对对，穿上这个应该蛮。姐太厉害了吧！我觉得这个可以。这个我觉得很好看。嗯。是不是？那这个不错。这个我觉得很好看。哎，这个我觉得蛮好看。对呀、啊，其实这个外套也很好看。这件好帅哦，我看看。不行，我老是看着看这个自己看。对呀、啊，这件太帅了吧！你去试一下，对对。哇哦！我给你拉。Thank you。这个裤子我扣不下。你这样用绳子绑上看看。因为潮牌的东西都是比较年轻人，年轻人的身材就瘦一点。戴戴也年轻啊。海军。哎，好看，好好看哦。闪亮登场了。好，闪亮登场。三二一，啦啦！哇，太帅了吧！真的好看。酷老头儿！哎，戴戴，你去试一下这个裤子。哦 ，nice。哦 ，cool。哎呦！那个平面的衣服呢？对，可以啊，你可以试一下，试试，对对。哎呦，这是。哎呀，这变了一个风格了，简直是！哦，哎呀，我觉得挺可爱。你们这个店有这样的年龄的人来吗？叔叔绝对是独一份。行，那就拿这个吧，还有这两个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我今天没想到爹地敢于尝试这样穿，我觉得很好看。没想到，超级好看。今天是父亲节吗？今天是不是父亲节没所谓，是我的节日可以了。是你的节日。耶、yeah。所以爹爹，你看，不管多老，都要把自己打扮起来。下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好玩的地方。耶、yeah。你好，欢迎来到 EX 社潮玩公园。你好。对，然后我们这边直接进赛道。好啊。要开切切。Yeah。你们两个这，我是不是打的？你们两个牵手，请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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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这边里面请。哎，你到了。欢迎小众。你这之前来过吗？没有啊，第一次。它这还挺大的。没有。哦，我们这边来戴头盔。我要做第一个。绝了，我不行，我第一个不行，我第一个的话，他们都开不了。我在第一个的话，我都出发不了，
我没怎么玩过，这咋弄来着？天哪，我有点害怕。别怕，带领着我们。嘿嘿嘿。啊，听口令啊。哎呀，好可怕！等一下，从哪儿往哪儿走啊？太慢了。你带路吧。耶！我们能一起在这拍个照吗？三二一，茄子！啊，这儿。好，首先这开关是我们这里装备走廊，这些是我们的那个空中无人机、空中足球。首先请确定一下，你因为我们两个队伍，你们先分一下队。这是一个竞技用的二对二。你们俩，我们俩，行，行。
好，尝试，咱们边走。好，接下来我课程的比赛规则。现在我们看，您看到我们下面是三个，一共上下各有两个门。下面的球门是一分的球门，上面角的球门就是三分的球门，下方的是蓝球门和白球门，就是你们对应的你们自己的队伍的球门。你们当中有一位是作为攻击队员是可以进球得分的，然后另外一位是防守队员，他可以干扰对方的队员进攻，他进球是没有分数的。所以你们现在决定一下哪位是进攻队员。你主力队员。好，我进攻，我防守。好，待会儿哨声响起，比赛开始。哦，好像不动了。等一下，控制高度往上推。哎，等一下，回来。我的不动。等一下。哦，啊，踢他。哎呀，我很害怕。哇！啊！啊！怎么回来？这么快吗？这个？对，慢点。他不动。等一下，回去。哇！嘿！你这个还带一个回旋。今天是老爸的高兴的日子。我觉得卡丁车挺好玩的。我真的觉得我可能跟车无缘。这卡丁车不是无缘，你安全啊，慢慢开是 OK 的，慢慢开。我就有一丢害怕。等一下可以外卖了，不用坐。太好了，给你放假了，对吗？嗯，放假了。谢谢。嗯，要吃什么呀？哦，对哦，我点那个烤鸭。耶！哎呀，太高兴了今天。是吗？多少年没出来玩了哈？一来很久没有出来了，第二出来开一心。也难得小钟在家。有些像小时候的游乐场的感觉吗？有点像，像小时候。今天是你一天快乐的日子。嗯，太好了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西西，谢谢妈咪。我喜欢放葱放多了。大葱好吃，对。有没有人在烤鸭里面放蒜的？没有。没有的。你可以做第一个。那安排。算了。对。让拿个盘。那筷子啊。Hello。Hello。Come。开心玩吗？今天玩的开心。
你再喝第二碗吧，再喝一碗吧。为什么？没为啥。为啥？这样你再喝呗。还要吗？没事，不用。那你帮我去摇一摇。哎，妈妈给你扔一碗。没事，妈妈让弟弟。因为我实在太饱了，让我多走一走。真的吗？是的。谢谢你。要不加肉也行呢？不用，我想喝凉的。This is so nice. 好吃哈。Delicious. 你说，你真是处处戳中老爸的心。卡丁车，完了之后呢，又北京鸭，都是爹地喜欢的。了解口味。你想不想看爹地的衣服呀，浩中？都行。给他看看吧，我。嗯。慢慢拿哈。你觉得是爹地的风格吗？超好看的，就。小钟可以评价一下。评价一番。咋样？挺好看的呀。你这个你都可以穿。啊，搭配的是穿个 T 恤衫短袖的，完了说配个这个。嗯，超有型。哎，小钟，你看。哇哦。酷吗？酷不酷？这个挺酷的呀，刚才那个穿。哎，刚才那个是一样的。对啊。这个是，它是一身这个颜色的。但是你的腰，因为这个是大号爹地穿的三号，你想穿吗？我先穿啊。嗯。走吧，拜拜 ，Thank you， 谢谢 ，Bye，See you，See ya， 开心的一天，我都不想系鞋带了。你虽然很累，但是开心的一天。Oh my god， 爹地的嘴巴今天一直上扬着，啊，你看现在还在那上扬着呢。就这样啊 ，yes， 我懒得记了。别踩着呀，不会。哎呦，拜拜拜。姑奶姑奶，嗯，姑奶姑奶，你怎么也这样？他这个穿进去太紧了。你们的电话什么都拿着了哈？拿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拉链快点，行，这样很危险。没事，不会的。好的，拜拜。
爱情里。